的双眼闭着向我道别，剧烈的恐惧正与我面对面，好希望你能坐在我的床边，为我关上狂冷的背。你说过的话安静在心里面，哭喊你的名，你是否听得见？如果能许愿想再见你一面，只是太远太难实现。到哪里才能看见你？我到何时才能再次触摸伸手又失控的情绪，明天将没